好，另外都介紹一套戲，咁啊，尋日走去睇，咁啊叫《饑餓教室》。嗱，《饑餓教室》咁啊，表面上好似講緊啊，喂，點啊啲人咁啊就即係對，喂，依家我哋食嘢啊，啊，譬如講啲素食佢主義啊，喂，講緊食少啲肉啊，哇，點解食少啲肉啊？咁啊，對，即係有幾個原因嘅。第一啊，咁啊就係咁啊對身體好。第二啊，一啲即係宗教信仰問題。第三就係，喂，我哋要即係少啲消費佢等等，真心佢寡欲啊，等等佢第四。嗱，表面上好似就講呢啲爭拗，但亦都講喂一啲邪教。洗腦是怎樣去形成，甚至一些人的家裡的背景或者虛偽，一邊說反消費主義資本主義，一邊的家裡哇屌你，哇這麼大撚到啊，他才正正是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表表者，就把口就偽善，就說我反資本主義，我反偽善主義。那啊即係都講啦，有啲人面對嘅洗腦唔同嘅學生啊，咁啊會係即係有咩嘅反應咧？我哋想反抗，但係俾啲同學佢杯葛你，要你一齊啊，咁啊就麻木走去信啊佢等等。咁我覺得呢套戲都幾好睇嘅，即係尤其是當你講到洗腦啊嚇，咁啊一啲權力嗱老師啊同你嘅洗腦，仲要講一啲權力鬥爭之下，喂你洗人腦，咁啊嗰邊又反翻你啊！咁啊，仲有一啲邪教都係類似呢啲咁啊，即係形式啊，咁啊走去佢宣傳啊，甚至原本呢間學校啊，咩精英學校啊，佢追求嗰啲嘢都好撚，即係都有好撚嗰啲，即係叫做洗腦 feel 啊，定係點啊？咁啊，呢套戲都幾好睇嘅，呢套啊叫做即係《饑餓教室》啊，咁啊都喺即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嗰邊佢有得睇嘅，阿 Ken 都有睇啊。咁啊，啲配樂都唔差咯，我自己覺得啊，咁啊，大家都可以係即係有機會都睇下啦。咁啊，另外啊，咁啊，尋日都即係有繼續去睇，咁啊，即係講超啦，咁啊，去咗睇南區主場對李文，咁啊，南區啊，咁啊，都即係有啲卡俾我哋抽下，有啲球員嘅咁啊嘅球員叫佢明星卡啦，咁啊，都幾過癮。咁啊，南區打得唔錯，咁啊，對李文，李文上半場短時間都三球啫。